鞭炮噼里啪啦的炸开，瞬间火光跟烟雾弥漫，鞭炮声震耳欲聋。不过把镜头拉近一看，一整排的鞭炮疑似高高的挂在电缆线上，看得让人心惊胆跳。有民众将整段画面拍摄下来，上传网络。一旁民众也不觉得危险，还站在旁边看。而这个地点就在台中后里公安路一段。根据了解，17号晚上7点多，附近的公庙正在举行绕境活动，因此燃放鞭炮。那么警方到场时，现场已经清除完毕。不过警方也说，鞭炮疑似不是挂在电缆线上燃放，而是绑在铁丝上面，现场应该是不会影响到用电的安全。不过把鞭炮悬挂在电缆线附近，感觉不妥，表示是很危险，要是一个不小心，鞭炮的火光往电缆线上延烧，后果恐怕不堪设想。